你谁呀？伊文的犀牛啊？我是伊文。你是伊文，那我是谁呀？你是一凡呀。我真的是伊文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姑娘，你喝大了吧？先告诉我伊文在哪。我就是伊文。伊文。伊文在哪儿？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快跟着我，小鸡们！怎么射中我房？我的小弟弟呢？我的小弟弟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是真的！可以没有小弟弟？不是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！我的小弟弟不可以没有，不可以没有，姐姐，不可以没有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我操！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告诉你，姑娘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我说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你把我伊文还给我！我就是他妈的伊文！一凡，一凡，你听我解释，对，这一定是在做梦，肯定是做梦！妈呀，对不起，你是在做梦。你一定要坚持，我真的是伊文。等一下，怎么解释都行，怎么证明都行。对，昨晚我们俩有聊天，我说过，一旦解开女人第一颗裤子，她就想赖你一辈子。你说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，对吗？对吧？咖啡。对，你还给我倒咖啡？王八蛋，都什么都告诉你啊！我真的是伊文，你真的是个疯女人，伊文。妈的，以后你要再当这种疯女人回家，我跟你没完！伊文，伊凡，我真的是伊文，这不能是，不可能，我是伊文，我是男人，我是男人，我，伊凡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哪儿也不去，但是你得出去啊。你不是伊文吗？伊文得去公司啊。我，你让我穿成这样去公司，你还不让我去死呢？那你就去死吧。
太倾国倾城了。我现在知道木乃伊怎么死了，他不是死了才被绑上去的，他是穿了这身衣服活活被勒死的。再穿这身衣服坚持一分钟，我一定会永垂不朽的。你是会不朽了，但是你不朽是因为你穿的我这衣服也太漂亮了。哇塞，这就是传说中的 S 型身材吧。 S 你妹呀，我不行了，我可憋死了。你们这旧社会女人裹小脚，我看现在该裹全身了。Even， 你刚才说的话太 Even 了。不过 Even 以前说话损别人，你怎么连自己一块损啊？你现在可是大美人一个。你才大美人，你全家都大美人。不行不行，我脱了，我脱了，不许脱，不许脱。没法穿，太累了。我忘了，你以前最喜欢女人穿那种显山露水的衣服。有一回咱俩去看芭蕾舞剧，你还说呢，最好以后三八妇女节的时候，所有女人都穿成小天鹅的样子上街，然后你就搬个小马扎坐在马路牙子上看上一整天。忘了，别说了，我都快被憋死了。哎，我说这端午节我怎么没吃过你包粽子？我现在知道。你们女人全都是过粽子的高手，我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那衣服好几百块钱呢，赔我！不许脱，我脱。你要是不穿这个，你穿什么去公司啊？我该穿什么穿什么。子鞋。这玩意儿叫钢丝，钢丝，这玩意儿是内衣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哎，你们绑着钢丝怎么过安检的？哪那么多废话呀？你们男人的衬衣领子不也有个映衬吗？那脖子不也挺得挺高的吗？啊！哎，你要干嘛？哎，这又不是做汉堡，你干嘛把两片面包往中间挤？你们男人不都喜欢巨无霸的吗？以前我只知道左手碰右手什么感觉，现在我居然知道左胸碰右胸什么感觉。你这条事业线比我的深多了。你是搓衣板，我早就见你过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这帮你呢，你还损我，自己穿吧。哎，我这裤子不行，太松了。废话，你腰围小了两圈，能不大吗？那怎么办啊？等着，我去给你拿一小号的。服务员，哎。你要去哪儿？伊凡，你。